学校附近的房子贵吗？要贵的话，咱们就先租一处。我倒是也打听了一下，要是咱们自己买的话，估计这些年挣的钱都得扔里头。以前要是真的决定了学校旁边的房子，咱就租吧，哪怕先交个一两年的租金，别的钱我想要不咱就做点投资什么的，让钱能生钱。什么投资？股票？我可不敢啊，这怎么多年好不容易攒这点钱，怎么也得落到实处啊。这几年什么股票啊、期货呀，为了这点事儿自杀跳楼的新闻可没少出，我不干。这些你让我干，我也不干呀。我怎么可能说的是那些呢？我是说，咱们可以投点实业，比如说工厂什么的。你也真敢想，那工厂是说投就能投得了的吗？一个皮包公司都把你给折腾进去了，你还敢投工厂？先不说你生产什么吧，就说什么厂房啊、设备呀、这就得花多少钱呀？你不雇人啊？谁干？咱俩干。咱俩干那就不叫工厂了，那叫作坊。咱们俩干，那叫夫妻黑店。所以说呀，我才千方百计的求高团长给你安排工作，把你绑在这儿。别人谁爱挣钱挣钱去，跟咱没关系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消停消停，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。看我干嘛呀？点个头啊，要不然我这正的思想工作不都白做了？来来来，来点一个。叶琴，委屈你了。只要你肯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，就不委屈。快吃吧，吃完了洗澡睡觉，累一天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别擦了，去捕鱼那儿都是山路，擦了也都白擦。是。小叶啊，爸今儿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有野味吃。好。走，上车吧。走。我跟你说两句话。茉莉回国了，今天的聚会她可能也会去。嗯，我昨天就见到她了，就在局里边的大会议室。我不是一直想谢谢在巴基斯坦帮咱们解决技术问题的舒教授吗？他在局里边做讲座呢，舒教授身体不太好，茉莉正好给他做医疗保障呢。医疗保障给舒教授？对啊，他看起来也应该是一个专家了。那还真是巧呢，你回来了，他也回来了。你上天入地的要找的专家，他正好是主治医生。你们还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那可不就是正好吗？那还能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没说话。说了，但是没说几句。说教授身体不太好，他忙着照看着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没有后来了。行了，你今天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咱们改天去也行。去，干嘛不去？先生，这上面不能吸烟，注意防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早晚扇上凉，给你拿个坐垫啊。乘凉死哪儿去了？妹妹啊，这个水啊，待会儿就放在里面，我来倒啊。行，谢谢啊。这茶好闻吧？嗯，新的。没水啊，给你接去啊。谢谢啊。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找你半天呢。这单子收了多少次？那不能晾在前院，拉锁着多难看呢。这都是娟儿洗的，放暑假回来，哪知道你这新规定？你说你这个闺女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不着家，把铁丝给我拿下去。哎，小妹啊，山上蚊子多，拿了防蚊液没有？备着呢。哎，你要不天天在家里唠叨她，她怎么会往外跑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晾衣服去吧。于阿姨，雨婷，你们来了，阿姨想死你了。我看看，怎么半年不见，他都瘦了。哪瘦了？这是孩子长个儿。王大夫啊，咱先进屋坐吧，他们都还没来呢。哦，都来吗？反正我是都通知了，来不来的咱一会儿看呗。走，阿姨带你进屋找点吃的。是啊，这都十年了，今非昔比。你看看你这儿，变化多大。娟儿姐姐呢？他估计出去玩去了吧，应该午饭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你去深圳找你妈妈了，我要是知道他来啊，我肯定把娟儿姐给你拴家里。这事赖我，工作太忙了，不然就把他送他妈妈那儿去了。来过这儿呢，是不是？来了哟，王大主任。哎呀，你到的够早的呀。没有没有，也就前后脚的事儿。哎呀，以前真是人靠衣装啊，我都不敢认了。总指挥夫人吧。对，总指挥夫人。这是小易吧？你好。这孩子有点认生，小易。这个是王叔叔，是爸爸妈妈十几年的战友，最亲近的人，打招呼。叔叔好。你好，建峰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带孩子可不是带兵啊，带散养。你看这孩子让你给带的，见人都怕。怎么可能？这臭小子。哎啊，我今天带了肉，带了酒。咱们科这不醉不归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看看这到底是老虎连的连长啊，走到哪儿都得来口肉。那你这喝完酒了，待会怎么开车回去啊？你也太小看疫情了，十年一员见，他什么不会啊？开小车算什么呀？戈壁在那儿开大车，我都追不上他。真的？行了，你们先聊着，我把东西拿进去啊。好嘞，一起。好家伙，这我对你可是刮目相看啊！听他的了，都谁来了？啊。我是第一波，你是第二波。听说来的都是剑锋他们连队当年的那些战士，医疗队呢，现在就你和我。那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
来，小一，叔叔带你进去找雨婷姐姐玩啊。野山兔子来喽！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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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心再来，我讲两句。刚刚呀，静云跟我说，虎行千里要吃肉，说的太对了。以前咱老虎连啊，在隧道里边修铁路，没钱，穷啊，吃不起肉，那叫素老虎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又变回肉老虎了。今儿个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谁都别给我绷着。往大了喝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哎，那就别动。一二三。哎啊，还是当年那股的虎劲儿。来。哎，坐坐坐坐。连长，这杯酒我们等了十几年了，抓耳挠腮啊。是啊，你小子十年不见，越来越时髦了呀。不是越来越时髦，是咱们呀，从那个山洞里出来。连长和大家，我们都越来越年轻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跟你说一声啊，这小子上回做生意失败了，后来差点当了歌星，他干摇滚去了。哪儿？这么久没回来了，想不想我那烤野兔啊？我想你，行了吧？还是没变。来，我给你倒点，咱俩喝一杯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喝饮料吧。建峰今天肯定得喝醉，我还得快点回去呢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你就住这儿吗？哎呦，没事吧？行不行啊？你慢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吧，连长？这才到哪儿呀？嫂子，别怕，连长今儿要不喝高兴了呀，他不高兴；连长高兴了呢，嫂子又不高兴。所以怕也没用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，都少喝点儿，要不然要不了一会儿，舌头都短半截。是。真想不到啊，这当年的小赵护士，成了咱们老虎连的嫂子啊。嫂子，十年前连长结婚，我们哥几个在天南海北没能聚到一起。今天我们哥几个都到了，就算给嫂子和连长道喜了。好，连长，十年前的酒，今天你们都得补上，把酒把酒。来来来，把酒了，一会儿干了。来来来，谢谢大家伙了啊！来，一二三。这么多年，在外边一喝多酒，他就要唱这个歌。我看这辈子是改不了了。快坐。
丽姐坐这儿来。好好好，快，大丽姐，我迟到了，我一会儿自罚三杯啊。他们都拿茶缸子喝酒呢。用军用茶缸子喝红酒，应该别有一番风味。就这茶缸子，你喝三缸子，那你还走得了吗？你这儿这么美，我没打算走啊。你撵我呢？哎，程良，快拿椅子去。哦。那个，连芳，嗯，我觉得为了欢迎小莫大夫，咱们应该干一杯。你刚才喝了那么多了，待会儿啊就少喝一口。我同意，喝一个来。行，那咱就喝新酒吧。拿过来，我来开。我在欧洲跟人谈判的时候呀，喝过这酒，也见过人家怎么开。哎，小莫大夫，你不会只带了酒没带开？喝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带回来给我尝尝，偷摸喝的。这酒老贵了，我也是人外国人请我喝的。我跟你说啊。这酒我喝起来一点味儿都没有，就跟喝果汁似的。粽子来喽！来来来来，哎，你们啊，所有人杯子里边剩下酒全部都给我干了啊！咱们马上就换新酒了，同志们，新的一轮战斗又开始了。哎，这果汁啊，要不要喝出来？那你谁开车回家呀？也是啊。谢谢。我自罚三杯，这第一杯啊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来，干！哎。又不开车，多喝点啊！喝多了，喝傻了那样的。茉莉，我给你倒吧。我不能喝酒，剑锋喝多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开车回家呢。你都会开车了？我可不是待着没事学的，跟他出去援建，什么不得会啊？哪儿盯不上了，就把我发哪儿去，别说开车了。是吧，剑锋？是啊。行了，
们今天只喝酒啊。别喝这个了。喝饮料吧。喝这个呀？那你还想喝什么？行，喝饮料就喝饮料。我喝饮料，你们喝酒啊！干！茉莉，嗯，来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洗把脸，清醒一下啊！哎，行了，你去招呼他们吧，别管我了。没事，我这会儿看厕所。哎，行，那你陪着我吧。爷爷，这冰啤酒你放哪儿了？我怎么找不着啊？你喝糊涂了吧你？你等一会儿吧啊！离了我一会儿，跟瞎了心似的。你这傻老爷们儿，你。语言，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得跟你一样，嘴巴里清醒清醒啊？我看你刚才也没少喝呀。我是没少喝，但是我不能在这儿洗脸呐。妆会花的，睫毛膏会花的。好，又我领了，谢谢。只是你始终往下，往下，来，下。往下，往下，来，往下不行啊！那就是上。那些亲吻过的，拥抱过的，相思会不忍。那些丝断飞断，就未必能一刀两断。擦手也不行啊！你刚才有人吐来着，我听见了，用的就是这条毛巾吧。原来你是嫌弃我？不不不，我不是嫌弃你，我就是矫情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没变，这么多年了，里里外外一点儿都没变。怎么可能呢？十年了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变呢？明天更加。
倒是你也变了一点，变得更成熟了。你能不成熟？我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。对啊，你怎么样？我刚才外边人多，还没过太阳问你。我不好。我逗你的，我挺好的。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大部分战友又聚在一块儿，我看见你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幸福，我挺开心的。其实从来就没想归还，是啊，不一这感觉都成了我们的战友之家了。这么多年天南海北的都能够聚到一块去，也挺不容易的。这种战友情是割不断的。对，战友情是割不断的。爸爸，哎，我妈叫你回家。对了，小叶，这个是茉莉阿姨，问阿姨好。茉莉阿姨好。你叫小易啊，长得真像你妈妈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小易，再见。爸爸。孩子睡着了，我抱他点吧。来，抱他来，把他叫起来吧。没事没事。小易，小易，醒醒，来，来下来来。你别抱他了，赶紧回去啊，别冻着了。谁电话呀？长生，长生。喂，连长。酒桌上话还没说够啊？啊？给你打电话，是那个兄弟们非让我给你打一电话。他们说呀，以后还得靠着连长。啊，不对，
是总指挥，你以后得给我们找出路呀。黑灯瞎火大半夜的，家都找不着了吧，还找出路呢。连长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。唐生，嗯，你跟大家说大伙的事儿我都搁在心里呢，啊，别人不管，我管。咱兄弟开得了山，就下得了海。如果大伙信得过我穆剑锋，咱就一块创业去。行，连长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嗯，这样，赶明儿你再找一地儿啊，我请客，咱兄弟们再细聊。那你早点歇着吧。嗯，就这么着。啊，挂了啊。没听见，以后咱也都不提。你要是清醒的，那咱俩就把话说清楚。我是清醒的。坐，坐下说。你觉得我还坐得下？有什么好坐不下的？其实从回来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有在跟你商量。商量？你跟我商量什么了？干事儿，创业。对。你是有跟我说过你要折腾，可我也三番四次的跟你说了，我不同意你折腾。结果呢，穆剑锋，再这样下去可就不是聊了，也不是商量了，那是对着干，懂吗？咱慢慢说啊，走走走走。姐，我想你应该明白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想要做点事儿是再正常不过的，而且。我也想做成点事儿。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就在想，回来后我更是想了。你看现在咱们国内发展的多好啊，我多高兴啊！再说了，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跑，我是再犹豫下去的话，可就真的跟不上他们了。别人跑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你光看着别人跑了，怎么不看别人摔跤啊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没跑过呀，十年前你就跑了，结果呢，都摔巴基斯坦去了，你还想怎么的？摔倒了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。以前你就相信我，再让我试一次啊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再说了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做。不用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勇气呢？我就没见过谁摔倒了不想再爬起来的，那是有勇气就能爬得起来的吗？我看你就是一个人摔跤没过瘾，还得带着一帮人一块摔。你这话可不对啊，我但凡是带着这帮兄弟干的事儿都干成了，开山打隧道干成了吧，巴基斯坦援建也干成了。再说了，摔跤咱们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摔着摔着，就给摔皮实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帆风顺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已经都明白了。我看你就是还想当你的老虎连的连长，你一天手底下没兵你都难受。穆剑锋，你以为你们能开山放炮就能下海经商啊？你以为你是做生意的料吗？啊，唯利是图、尔虞我诈这种事儿你能干得出来？那你还真是高看你自己了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但凡你干这件事儿不倾家荡产，我赵一琴就白跟你这十年。你快醒醒吧，别再做梦了，我的盖茨比。
马上去啊，回头等你妈开心点，嗯。我待会儿有事要先出去一趟，小叶，晚上我回来陪你跟你妈吃饭啊。爸爸再见。 妈，你别生我爸的气了，你们一生气我就害怕。妈没生气，快吃吧。 过3个小时再来给您换药。好。舒教授，您都退休了，还在交换机上用功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是交换机啊？我哪知道？我猜的。那你啊，猜个数，去买张彩票，要是中个大奖。 就不用在这儿对我这个糟老头子了。照您这么说，您是中大奖了，遇到我这么好的大夫。谁呀？ 没事儿，您安心看您的图纸。哦，好。